今天就是要介绍你们到普吉岛三天两夜4800全包。三天两夜4800全包。去睡路边。对啊，去睡路边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么便宜是不是睡鬼屋？我是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用开冷气就会冷的。哎，各位。哇！我跟你说，因为饭店刚开的才2年，所以保证不是鬼。这个一天晚上就不止4800了吧？对呀，还3天2夜，哇！3天2夜哦，4800。我跟你说，4800里面还包含4餐、2餐。早餐，然后他的早餐是 buffet 吃到饱的。第一天的晚餐是帮你准备好的海鲜，对，帮你准备好。然后呢，他们吃饭的那个地方是会有 live band， 每天有，对，你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 live band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看房间，好。房间非常，没有，非常啦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升级的话不到1000块，可以升级到高级的房间。哇！从阳台可以走到自己的游泳池，只要1000块，不到1000块，不到1000块，自己对，有自己私人的游泳池。我要加，我要加，要加。我们没有卖票，不要。第二天他们会带你去一个小岛，那个小岛呢，人不多，因为它是小岛嘛，所以没有什么观光客，水非常的干净。怎么去呢？帆船。哇！哎，这个行程是每个人走的时候肾要留下来给他的。这个要加钱吗？不用。吃中餐休息，你看那个岛水都非常的干净，对。还有，那如果你不想什么都不想做，你可以在帆船休息，等到看夕阳。哇塞！对，有那么大颗吗？有这个那么大颗吗？那个是假的。今天吃的，我想要介绍一个，就是现在很红，曼谷推荐的，海鲜自助餐吃到饱。哦，海鲜吃到饱，那一定要，这要自费了吧？这自费了吧？这已经离开刚刚饭店了，一个人1000有找。主要是这间为什么会红呢？因为他去泰国要吃什么？泰国虾。对，他的泰国虾好大。没有，它小哦。你看，我们还特别的拍照，比较大，比较大。然后呢，还有螃蟹，他们已经帮你剥好了。这个已经变成重点了。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可以哦，连肉什么的剥好了，多贴心呐。这个行程去的人都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吃的，已经离开那个饭店了。留剩在那边。然后呢，他们不只有这些海鲜，他们还有40以上的泰国必要吃的泰国料理。哦，帮我们精选。对，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想要吃什么泰式的小吃，在那边都有。那去泰国必买的东西，今天我想要跟你们介绍一个肥皂。肥皂，先看这张照片。这是在卖的老板吗？老板，我们要认这个老板是不是？老板娘，这是谁？没有印象吗？迈克杰森，是他，这是你啊？没有印象吗？没有印象吗？下巴中间，是他，就是我，真假的？对，我这个香皂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在卖，我这个香皂用了快10年了。是哦。然后它的厉害不是美白，它的厉害是有些人流汗。背部会长痘痘，我之前也是。你看我现在连痘疤都没有。哇！性感的哇！哇，好滑哦！然后我跟你说，这个不到50块，这要去哪里买啊？都有啊，都有啊。Seven 便利商店，你可能有看过，都有啊，都有。
都有，对，所以去泰国可以买哦。大家也知道，到泰国，我们泰国就是微笑之都，要介绍景点太多了。那今天我就介绍比较最近的，就是中部。嗯，啊，大家去时间不多就可以旅游到，就是帕塔亚。现在有一个岛在帕塔亚是重新开放的，它叫做。Rubis 狗派，我们泰国叫对叫狗派，对蓝色的岛，这边全部是天然的。我跟你讲说，沙滩是白色，那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到帕塔亚住的话，那你就要花40分钟坐船过去。可是这个行程很容易，就是说。你只要花1000块6人成行、那就1人1000块就包全部的里面的行程。有独木舟，哇，那个水太很轻，对，骑车都好像飞起来了，对，没错没错。这个没有 P 图吗？没有，这是全天然的。还有除了独木舟的话，你还可以潜水，哇。你都看得到，很漂亮。沙滩旁边你还可以看到小猪，到那边都会有可以拍照的，你可以牵着遛猪，对，我们玩旅游结束了过后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你一定要去吃饭？吃饭的话，一定到帕塔亚现在开的一个餐厅，很红很红的餐厅，我相信大家都没去过。哇，这是树上餐厅，你可以去看夕阳。哇，真的非常的棒，好想去啊！树上，对，夕阳。泰国很多米其林餐厅，可是很平价。对，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吃的是泰国一定有名的，就是海鲜。海鲜，哇塞！这是螃蟹，就是蛋螃蟹蒸奶，对，这样子，你们猜看看，一桌不止了。谁要它是米其林吗？2星级米其林已经拿了好几年了，应该有6000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吃得起，6000块就有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吃完咸的，我们一定会想吃甜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到曼谷，一定要带你吃冰淇淋。这个真的是很便宜，也不贵，一只也80几块。山竹，山竹，还有榴莲、玉米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吃玉米。对，除了这样子吃，还蛮好的。我们一定要买，对不对？对，到泰国不买，这是真的不浪费，浪费。没有到泰国了，不管是男生女生的，很适合用磨砂膏。哦，我想跟你讲说，可以借我闻味道吗？这个非常的好用，就是弯弯的豆子，对，罗旺子做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泰国喜欢罗旺子跟姜黄，对，所以你去好了，等一下就非常的白跟很滑。重点这一罐只要96块，要100块，100块要找哎，超便宜，重点是这个也便宜，纯天然。OK 啊，观众朋友，这个我们没有卖哦，真的没有卖。